乍一看，基隆阵容好扎实啊！现在 AD 位拿什么？只能择一把。泽利或者小炮敲一个吧。泽利选下来前面的话，还是得小小的抗抗压的，因为推线推不过金克斯。一下子就正常发育了，其实这把。中上能推线 NIP 的。是的。这把 NIP 感觉节奏也得稍微快一点。是呀。得给点进攻压力。左边后期太强了。左边后期很夸张啊，小法师加奥温，然后又金克斯。三级直接走了过来，但中路岩雀是在推线的，弹过来，猜到了，卡纳维在三狼，听神剑，妈，先一v一，转阿 K 没神剑，卡纳维的神剑差一丝，哎，好了，闪现 A 下路想打夹子，闪现躲夹子，着吃到这个夹子，但自己也能往后走，贴个治疗术 W 走了，一个带预判的勾，后期比不了，但是电刀出来的时候，泽利的移动速度跟单挑能力都优于金克斯很多的，你抓着英雄，他只要能闻经验就行，他后面就给队友发装备。主要看你在上路，只要露头，下路动手了呀。卢皮到了，这波后面没人哦，封墙了，没闪的，找没闪的 Missy， 卡住了，这一勾没勾过去。卢皮又帮助队友找到机会，人头给到了 Fnatic， 灵性，太厉害。圣强哥来了，卡纳维也在，这波卡纳维有大的，这位置什么情况？这个羊直接撞，再有锁，必死了，硬抓岩雀，人头还想让一下，让给卡纳维。断了一下钩子，所以明星直接交闪，在等机会。NIP 也在等信息，有点像走进去了，先给你再接台。Missing 是没闪的，这边所有技能 all in， 好 Missing， 而且飞配合上落，找入找 ruler 也被粘住了，走不掉了，到时候挖出来，挖掉了以后泰坦能走吗？主还在粘，卡纳维在保护 ，Rookie 开车赶到了，找没闪的泰坦，而且卡纳维这位置也很尴尬，要脚闪现过强，但位置在被卡，在尽力的跟伤害 ，Q 技能已经好了，想把一个一技能保护撤退，但最后还是 NIP 找到了机会，就是感觉挖掘机这英雄中期还真不好处理，他肥的话。是的，他中期是无敌的，好赖啊这英雄，现在就开始赖皮，已经开赖了，他随便给你换血，他换完了地上一蹲，血满了，你看，蹲一下血马上上去了，就是硬吃，哎来了，想抬到抬到了，左眼在打闪 Rookie， 哎呦，但这个位置其实被卡住了呀。落就顶在前面，红龙王也落贴、要开了，还在走路，知道 MC 没闪呢，有一技能保，但是岩兔抬回去了，着脚闪现出了这个框，没有吃到其他伤害，拉了，想来抢，想来抢，有机会吗？来不及了，差一点点，而且这样的话自己掉到了人群中，锁人座位，你往后走，一技能保护一下队友。阿 K 开大招飞上去，弗利格也开大，在后面躲着，不太敢直接 all in， all in 怕吃技能，那牙膏的位置很尴尬，想换一个吗？但自己的伤害能够吗？阿 K 已经往后拉扯了，人头给到了弗利格。开，我感觉，哎，勾上去有盾，叫个羊，看羊的位置，羊也羊空了。两边在拉扯，都在拉扯。Rookie 在绕，京东现在没伤害，说实话。Rookie 绕过来了 ，Rookie 这位置闪现岩突 ，Ruler 被抬到了，交了进化，但是有队友能保吗？大招直接钻出来秒掉了以后，山鸡非常肉，钻进再回一口血，山鸡还没倒下，再顶一口，挂了个点火，山鸡被烫死了，但是 Flash 拼死换掉了以后、也逃不掉了。移动太慢了，岩雀在埋伏，岩雀在埋伏。一片黑，又抬 MC 反勾过去，关个灯保护队友撤退，羊在用盾来挡掉。NIP 耐心点的话，可以等待这条小龙的刷新啊。并且大龙附近可以给视野压力，又是 Rookie 卡住视野，先打一趟，而且这个血量对 NIP 来说是有逼大龙的空间的， Ruler 非常怕，哎，但这里漏视野了吗、好像，哎呦，差一点，反身被开，有金身躲，羊也叫，但这位置落单了， Rookie 绕脱节被发现了，这波这边再想开的话只能撤退了，一撞山鸡挖地道走，被那个眼看到了，漏视野了，对，这里漏视野了。然后队友的位置非常的远，确实保不住了。Rookie 在藏。喂 ，NIP 这里打反手是不是要好一点？卡纳维的位置其实是有视野的，被发现了。嗯，明星要来探。一勾 W 躲，续 Q 技能找 Rookie 吗 ？Q 到了，关灯保队友，叫羊
远程降，但是羊还是羊出来了，主动把对面的阵型给分开了，闪进去拦对面的人，但是阿 K 进去给到了入热启动，一个大导弹过来又闪现躲开，布兰瑞也被黏住了，泽利的伤害有点太高了，锁伤害能够把拉开了，莫利哥想收割残疾，但对面也有技能交开，闪现顶两个找入热，入热被秒了，莫利哥，但是拿到四杀药自己也是被安文给换掉，不过已经无关紧要了，他完全再找机会封大。想搞入了、这个龙放弃了，还是放了，不敢继续打，这位置想搞入了，换灯了，找谁，找 Ruler 飞到后面了，绕住了 Rookie 的位置，很刁钻， Ruler 这位置还走不动了，但是阿 K 先被秒，他被E到了，伤害能够吗， Ruler 还是被激活秒掉，找了 Ruler 的话这边是没有伤害的，玻璃哥这一可以找机会启动了，没人能管这个泽利了，已经没有持续输出了，随着其他人员的倒下，京都要迎来这把比赛的 Ace 了，大杀特杀的山鸡，杀疯了呀！这把 ，Folding 十杠一，直接想一波结束比赛了。我操 ，NIP 的思路太明确了呀！知道 Ruler 是没闪现的 ，Rookie 直接找了个机会绕后。单核被切了就有点乏力了。四保一就是怕那个一突然倒了呀。对，这样拆基地就要结束比赛了 ，NIP 把比赛带入了决胜局。我们恭喜 IP 2-2战平京东，请战歌了。恭喜 IP。